大家好，我是大马正哥。今天是2023年的大年初二。刚才前面这一段是在马来西亚新山 Mid Valley 古中城的商场里面的高庄舞狮表演。高庄舞狮是由马来西亚华人创办的一种舞狮的一种形式，特别形式，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被纳入了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遗产。在2015年，曾经创下了120米高的这个高庄的这个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在马来西亚很多节日庆典里面，经常会有这个高庄舞狮表演。今天大年初二，正好我们在新山古中城的商场啊，也看到了这个舞狮表演，非常的幸运啊。下面我们就看看后面的那个内容，里面会有详细的这个舞狮的这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继续往后看。今天大年初二 ，Mid Valley 里面的这个人气啊，非常的旺。我看这个不光是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都出来这个也过节，基本上所有的这种餐饮呢，不管包括快餐都是排队人满为患。这样的场面的话，好像应该我几年也没有看到了。看，这个是 Mid Valley 新山 Mid Valley 的这个里面的鼎泰丰，它是唯一的一家那个有清真认证的、哈拉认证的这个鼎泰丰，生意特别好，很多在排队。对，这个是也是一家小吃的排队的。哦，这个好像在这个我在那个永旺也看到过。这个没看到过。哎，好吃，这个圈做的特别好吃。看这里的吃的，这一楼这个吃的生意特别旺，全是在排队，基本上几乎都是每一家卖吃的，包括是卖普通的一些快餐啊，也都是全部满。包括你看这个刚才龙的传人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哈，看展开，我这就寿司王，叫寿司王，对，寿司王，寿司王，寿司 king， 这是回转寿司自助的，烫这个，大概这个它的快餐也是做得不错的，生意很好，你看，都是排队。马来西亚你都走遍了是吧？反正，哎呦，这个我没看到，这个是不得了，哇！你看这种点心，看得不错啊。嗯，又好香，它是个牛油包，好像像法式的那种牛油包，牛油面包。今天看 Mid Valley 里面的这个商场吃的这个，对，我看这个吃的生意都是很满的。这个 Mid Valley 这个是上来，整个都是有过节的气氛，装饰的这个很漂亮，灯笼啊、梅花呀、啊，这种很美。Mid Valley 的话，也是新山最大的、规模最大的、人气最旺的商场。品牌啊比较全 ，Mid Valley 里面的品牌啊，大的品牌啊，欧美啊各种大品牌都比较齐全，所以它这边也是很人流量也是非常大。它这里过节的气氛还是不错的，春节的这个过年的气氛蛮浓的。这边是有高庄舞狮，这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看一下，对，高庄舞狮的舞狮表演。开始了表演。
装点的话都是充满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华人春过年春节的这个氛围。另外这个舞狮表演也是非常精彩，这个高庄舞狮，马来西亚高庄舞狮还是非常有名的。马来西亚华人自创了很多这种文化形式，也很多都被纳入了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，包含这个高庄舞狮，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柔佛古庙游神、二十四节令鼓等等。关注大马正哥视频号 YouTube 频道，给你带来更多的关于马来西亚的文化、历史、美食、生活，谢谢。